我声音变那么大，等一下哦。嘣嘣嘣，嘣嘣，嘣嘣嘣嘣嘣，嘣嘣嘣。等一下哦，看一下哦。开个皮好了，开皮开皮。月雪，等一下你们可以帮我带个圣岛吗？肚子痛，我等一下回来打招呼好不好？帮我带个，开启网络对。主播肚子痛，反正我起床是要先去拉肚子的，结果我在处理事情。然后你要吃海胆，对，不然我也不会八点开啊。就是圣岛加海胆。可以吗？我回。好耶、欸。等一下哦，我调一下声音。雪莉安安。家家户户过新年。哦，那边满了。我回。你那个阿努有多少红蜡、欸？白痴，这边才满的啊！低能，等一下我飞你。等一下你是哪个月血要用？你是大号要还是小号要带我？狗，那我是要把你的狗拉到前面去了。哎、欸，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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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喂，反正都会去。对啊，你看，如果你都是狗在下面的话，我要传送，其实要传送你的狗，不是传送你的大号、欸。哎，我现在都是大号比小号还猛。感谢大鱼九个月。我们坏掉了，大鱼最近要回来开始玩了。最近宝可梦差不多了，可以开始回来玩。感谢大鱼订阅，加会员九个月，一定安安。哎、欸，我要去上厕所了，好痛好痛，被锤到了。这是什么无预警加班台是上下？属性，主播肚子痛，画面带跑，然后眼睛闭起来，好，好，等我哈。我会带手机去厕所的，不要偷嘴我哈。
我回来啦！哦，就是拉到没东西拉了、欸。好了，我来打招呼了。亲爱的燕子安安，我看一下哦，月雪安安，米米安安，青蛙安安，昼夜昏沉安安，样样安安，小熊安安，小妞安安，雪莉安安，欸，棉被猫安安。爱玉安安，望月安安，支持安安，迪恩安安，东粉安安，杨安安，欢迎安安，海泽皮，感谢海泽皮的订阅两个月，徐景渊安安，啊，廖子恩安安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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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啊，亲爱的姐姐，您在吗？姐姐，喝水，喝水。安妮姐姐，我那亲爱的安妮姐姐在吗？你知道吗？她今天还想约她打僵尸的。但他说他想玩狠，对，很稳狠，不是粉粉，欸，是狠。欸，刚好15分，谢谢谢谢。你们要不要先去解那个啊？重组任务。反正我们等一下馒头集合。宝可梦粉啊，他说他想玩粉啊，只是会不会开台？他有设那个了吗？那个排程了吗？夏西安安，嗯，还没有。我拿到狗的时候，他红蜡做到解贝贝啊，把花光了。然后尤里之前买的账号，他红蜡好像有300多根，结果他全部抽身高药水，就他抽两关就抽到最矮的。就他就有好像还有20几罐吧。欸，月雪上面的大辣，你刚刚有帮我吃到吗？没有哦，没事，等下海龟再吃就好。这女人太自私哦。小妞，第二层的火没吃到。小妞，第二层还有火，你忘了吗？还是你完全忘记这回事？喂，我吃过了，我以为你会带我去吃。你是不是有吃过这边的小妞？不然你怎么会看不见？
冬粉不解吗？他肯定要的吧。月雪在哪，冬粉就会在哪。还是他们解完的？那我们回家吧。我们要拿哦，等到海龟的时候再回来吃。你把小号关了，不用啦，你过图再回来就好了。你先过图，然后等他们传好之后再来。所以说不要太早过去啊，太早过去你会穿到人到满。大哥喏，差点被抓死。哎、欸、，Oh no！哎、欸，修理四五阶了没啊？不知道。任务。找到云彩虹蜡，高处冥想。哎呀，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呢。全不到，等一下，我跟你之间有个蜡烛，哎、欸，我想说你还没练满，你昨天跟我玩的时候还是用那一只，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不对，小妞你没上班哦。你平板打不出来，哦，你用复制的。哎呦，吃完了。嗯，喂。而且昨天死好像是因为爆瓶，不是欸，昨天真的是突然一波大波的怪把我涌过去欸，把我给车过去欸。那小妞你跑过的话没关系啦，我跑就好了，我跑就好了。感觉你跑过啦。哦，没跑。那你刚刚怎么可以领到百蜡？还是你是跑地图的蜡烛拿的，不是拿石碑的？嗯。据说是不是在欧洲？哎，没事。
圈，就算他在伦敦啊都可以。哎呀，其实我不喜欢开台举着白蜡，这样看不见。哎，摆好了、哦，没有。没有，因为那时候不，你不要打字，因为那时候番茄是说你可以用 Switch 举着蜡用手机跑，我说这样子会很没画面，哎、欸，讲错话了是不是？等你吗？所以我把官方伺服器关，哎、欸，然后昨天你传给我的那个，我看到一句话，我就不敢动了。他说小心使用，因为可能有电脑开不起的风险。我就想说，嗯，好吧，我就关掉咯。中间接通，你们在私奔哦。王光玉的时候一定要写个记得回任务，我今天忘记领了，哎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不是当时的我了。啊，以前在小王子记的时候，每次都忘记回任务，哎。还是你把我名字改成记得回任务，好吧？你把我的名字改成记得回任务，或是繁星，然后对话符号记得回任务，番茄对话符号记得回任务，有没有？这样很棒吧？我想换一个东西耶，姐姐不是有伸懒腰吗？我想换一个起来动一动，哎。就是30分钟起来动一动，伸个懒腰。不然我觉得我驼背开始有点严重，然后要开始把看你啦。我是电脑买完都打开，还是你来我家？看我，哎，我不知道、啊。抱歉，大家安，挂个台，俄罗伊安安，这个是接通跟中间，对吧？没有，哼，啊，没有啊。哎，等新年，我们新年可以放鞭炮。你们到时候就会知道，那时候利恩一直说要组要放鞭炮吗？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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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意思？那个鞭炮你大概吃十分钟吧？哎、欸，是十分钟，是十分钟嘛，对不对？十分钟就15根蜡了吗？还是要吃两次啊？反正他的火给的有够夸，有够多，有够夸张。你会突然看到，就是一整团的火围在你身边，跟限时特价一样啊！冬日特卖，冬日特卖。哎、欸，食物需要怎么？哦，不是啊，食物需要怎么？么直飞啊？起来，不直飞啦，向上滚。R 键按住，然后一直往上推，往上推吗？这个道理我还懂，要按住冲刺键吗？
你说弹射吗？不是啦，就是一般的六龙啊。阿健按住，然后按那个吗？按 B 吗？阿健按住按 B， 然后一直推蘑菇头。哇，那你也是很勇。怎么办？想说燕子还在吗？好了，我们在这边发呆两个小时。哎，今天任务是什么啊？我们先去冥想吧。冥想，冥想。我知道有一个回忆先祖是哪一个啊？我看一下哦。哎，在下层呢，红耳机耶，是吗？摸头先祖 ，R 按住 B 飞行，类似推。来检查，不工作算工作吗？来给你，哎，走。是兔子繁星，哎，你好。走走走，等一下再来啦，我先去那个啦，还有五分钟，来得及吧？黄金上次玩的炼金那个游戏叫什么啊？炼金？哦，你是说丢钱下去那个哦？把钱丢水沟哦？哦，等一下哦，叫啊，等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，嗯嗯。嗯，这个
这个 NPC 很皮哦。谢谢你，不会啦，好游戏，好游戏。晚点开来解锁图鉴，因为我现在是已经可以包地了。我现在是可以直接抽 S 伤的人了。你小号包先传过来啊，不然等不见。来玩 demo 版，哎、欸、，demo 版我不知道有影响什么、欸，哎，有差在哪里？走喽，走喽！因为我没钱买，只剩下38元。哦，没事没事。我家早上大停电，应该算跳电啊，就是停了大概10秒钟。我那时候还在农场玩一玩，玩到很错愕，哼，啊怎么断了？哎呦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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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顶馒头之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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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看一下哦，这个位置，这里放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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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欸，太强了吧，那可以这样摆啊。哇靠，太猛了吧，我学会了我学会了我学会了。哎、欸、好扯，哎、欸、他们重组机玩家，哎、欸。还是鬼吧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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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下，学会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先抽起来，我受不了了。往这边总行了吧？然后就是勾那个啊，火炬啊，火炬可以这样玩。好扯，天哪、啊！
开几个啊？哇哦！哇哦！大开眼界！哎，好了，中间挂机了，太好了。嗯，感觉一天十五根蜡养不活这些小萌新哎。你今天还要守塔吗？没有了，一天要22根啦，不可能啦，没那么多时间啦。我账号给你，帮我跑。不是，别看我辣那么多，爱心送一送，我明天就变成2900根了。那我去练枪，拜拜拜拜拜拜。队友误伤三倍的十字弓，我觉得真的很有料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啊没馒头了，啊怎么没馒头了？哦有了，欠嘴啊馒头，欠嘴啊馒头，有哦，我刚刚怎么没看到？Annie， 哎呀，有很难打哦 ，TK 真的痛，两剑就没了啊！对啊，拿队友练枪啊，拿队友练准度啊。是，昨天在打守塔，我射了你们几下，你们就痛到受不了了，很正常吧？正常人挨不了几下的吧？哎、欸，有一颗掉了。你是魔鬼哦？不是，我瞄好好的。啊，番茄就喜欢从我面前经过，啊，你也喜欢从我面前经过。啊，我射好好，射好好的，我顶多射个地板炸到自己嘛。怎么我是魔鬼？就姐姐射牌成了没啊？还挂阿台，他的粉板特别好玩，对不对？就下次。如果我小号，我的那个 Switch 小号弄好了，再来开个第二周目。你可以考虑热恋满天双牙卷，我想啊，可是都要钱啊，虽然刷钱一次650、650，可是还是要钱啊。看到小枪要1000蓝币，我想說啊，好贵哦、喔。还是我们改天来玩六星模式，六星模式打过会有那个哎、欸，武士刀拿哎、欸。很棒哎、欸。穿甲要蓝币，对啊，就是后面那些都是要蓝币啊。啊！你们玩那款游戏不要开修改器哦，不要给我什么999蓝币之类的咯，不999啊，99999蓝币。要给我开什么修改器？给我修改那个哦，给我专心农，没技术拿那么好的枪，
也不是这样讲啦，因为这打不过，因为这打不过啦，那就不用练枪了，哎。只是有时候练枪要用特别一些角色，哎，开局拿什么枪拿什么枪的，对不对？像说，哎呦，感谢 SL Gen 的六个月，那天优里在跨年台，那时候就有在唱歌豆宝贝。然后他就听着听着，好像有点皱眉头，说好像在哪听过这旋律。然后直到副歌了，他就想起来，我想起来了，繁星的那个会员的歌。我说对啊，突然讲完这句话说，不然繁星，你要不要唱一下？说不可能，练吼三十了吗？练什么？你就玩思潮，然后洗到你想要的枪，开始狂射。哇，你们都玩得好厉害哦！啊，观众太强，导致我就很不想要玩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不想玩这款游戏，我是想要让你们带我玩。就像《魔物猎人崛起》啊，你们都999了啊，带我，我在营地挖挖矿。Lucy 安安，耳聋安安，哎、欸，好了，小妞走，我们去吃海龟，汤。等一下这个还没吃到，有没有要吃海龟的？有没有想吃海龟还没吃海龟的？我们 together。可是僵尸墙没用啊。僵尸墙有啊，不要救我！今天宁可我死，也不准队友死。我就是这么大义的人，大义、侠义。你点在海龟那，没事啊，我们五分钟，我可以跟小妞慢慢欣赏这五分钟的风光。昨天三岛我也完全没法度啊，那肯定是你们不够强。要更强一点。对啊，哎，你100等了没？我早上本来要玩，不是早上，本来要开台玩。结果我在整理我的那款游戏的岛的时候，不小心整理了两个小时。然后看，怎么专心整理东西，两个小时就没了。我想说，哇，好亏哦，我没开台整理耶。那以后。你玩就后面保护姐姐，我跟鹅龙去做任务。好好好，有什么问题？我肯定让姐姐叫不出来，先把她砸到地上。Help me, please！ 先把她打到地上，让她裤子变成红色的。五星真的强也没用、啊，我知道啊，我玩过五星的啊。除了爆头打不死，没有，后面都是要拿灭音。消音器啊，都一定要消音器是必备的。你不然砰一下，然后啊，狮群就冲过来了。开台整理不止两小时啊！啊，没有，我不理观众啊。开解挑战了，我一直都有解挑战啊。不是昨天要杀450个，那个450我来不及解，450那个。我时间不够解，想进 DC 群，我已经发订阅截图了，可是还没回应呢。哦，那个你是最近发的吗？抱歉，因为最近秘书出差了，我跟他说一下好不好？消音的那把手枪1000挑战币，不用，你不用那么好的，上面那一排就是消灭音手灭音小枪了。Lucy， 你是什么时候发的？我帮你讲一下。如果是这几天的话，我去讲啦。如果是很久以前的话，我也讲啊。是我要知道你那边状况。伤害跟穿透不够，没有。伤害不够，准度来凑啊，准度不够，伤害来凑。
一月五号发的哦，他那时候在出差，那我再跟他说一下。好，我跟他说，小可爱，小可爱，有位干爹，一月五日发了，想说你发了，发达了，发节的，想说你。我是那把有赏金猎人欸，哪一个小枪哦？特殊僵尸50%增伤，不是啊？那我们什么时候要组队来刷蓝币啊？我们来打个每周挑战如何？我其实真的很想要玩这款游戏啦，我怕是怕说，姐姐可能后面就还好了，然后找不到人跟我玩，就跟之前一样啊。我就是其实这款游戏还想继续玩下去，可是身边找不到人玩了。那时候干爹对 L4D 比较有兴趣，然后我干爹就找不到人，那再来是就身边啊 ，Amigo 那边他们就是想要过。也是想玩，可是他们觉得说，其实感觉就好像这样子，然后就没玩。等我150，我们陪你玩啊！啊，对啊，那后面呢、啊？你快赚到了，为什么你可以赚到那么多？你玩什么有蓝币？1000蓝币耶，大哥，你怎么赚的？逗喵安安，打思潮吗？每周打打野团蹭蹭啊，那个每周是可以重复打吗？好且哦，你二也能蹭，我说让我们蹭。哦，只能拿一次蓝币哦。每周是多少啊？我记得每周不是100吗？忘了。你不要忘，你不要叫望月了啦，叫忘了啦。可是，啊，然后你开修改器哦，你开修改器哦。佩上线。佩，你小孩有在玩吗？这是火吗？刚刚这个是火吗？是欸，野外求生捡到火。今天不会打僵尸吧？我在想因为我在想要不要打，可是要打我们要打什么？每周挑战，修改枪练枪没乐趣哦。对啊，可是有些人的观念就是我会讲啦，他们就是觉得你都已经买这款游戏了，然后不想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上面。火在哪、啊？对不对？可是怎么讲？
会跟他们讲啦，就是你玩，你用修改器，你用火在这边，小妞，火在这，这里有火，这里有火，小妞，就是你就是想要玩这款游戏，但是你没有多时间玩，所以才用修改器还是什么的。我说那可以啊，那你就不要去破坏别人的游戏体验。先除非是这个人真的需要过不了，你去帮他。欸，但是我是不赞同这种做法。好欸，来吧，来抱抱吧，小妞，这是你今天的奖励，来吧。对啊，我不排斥别人去用修改器，因为以前我会排斥。但现在我已经不排斥了，但就是不要来跟我玩，不要来跟我玩，我会觉得说我们努力好久，你轻而易举拿到了，我会有那种仇视的想法。这样幺幺还要爱心吗？对吧？你今天可以开，你修改器，你用外挂什么，你用啊。但是建议你就是自己爽就好，不要害别人。啊，我有个朋友，他也是，他极度厌恶这种行为。啊，后来我就是跟他讲说，对啊，我其实以前也是，但是真的碍于有些人已经出社会了，你看他出社会了。他没有时间弄到这把好的武器，这把武器，你比如说你要弄，你弄一场只掉三格，但是他需要1000格，那一场游戏要20分钟，啊，10分钟这样子，他不是玩到死，然后又是有那种全成就的那个强迫症，我就跟他讲嘛。他说啊，也是啦。我说对啊，妥协了吧。直接没后坐力。没有，就有个干爹，他是用那个啊，不用调和。他是用药调和，但是不消耗弹药。他玩那个啦，魔物啦。但是我也跟他讲说，你就不要这样，你自己其实时间也很多，你就花时间去弄一下东西啊。然后他其实就是，调和要自己调，然后，但是不消耗弹药。他说这样过分了吧？我说过分死了，大家打一打要回去补子弹，你不用回耶，你输出当然会高啊。那你今天开修改器，你就不要跟人家比说输出多少，输出多少啊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人家花时间回营地用弹药啊，但是你不用啊。优主播，看他真的很喜欢八字胡，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哎，可惜这次没有他喜欢的。他现在等那个红蝴蝶结复刻，他很喜欢红色。你晚点要打，我先练120好了，不然现在打来啊。不用练了，不用练了，你就现在打，边打边练，好不好？边打边练，没有啊，不然我晚点再做我想做的事。不什么？你现在等级不够了是不是？没天赋很亏，不就是要没天赋？哎，给过了、哦，我们就是要没天赋的打，看看谁最累。啊，现在几等啊？
等下去问番茄要不要打好了，我们凑四个啊。原来帕克，白天找你打，帕克在吗？帕克，102哦，所以是几等？22等，12等。破碎记中没玩的账号6500，哎，很便宜耶、欸！讲真的，很便宜耶、欸。可惜小王子披风没有买，那个月雪。番茄说等他10分到2分钟左右，啊，他穿女装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红裤子，哎、欸，红裤子。那这游戏还可以玩超久，可以啊，所以其实我也很喜欢玩很浓的游戏，就是因为主要是因为你至少有事情做，然后这款游戏不会太快就是消失，不消失啊，就是虽然可能观众会不看啊还是什么的，但是就是至少有事情可以做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世界一样，我世界当时其实就是。都是单机侠，魔猎人世界。那时候我是拿狩猎笛打了3天3夜的那个单机侠，白痴新手拿狩猎笛，而且在世界的环境、欸，不是崛起、欸，我还记得我打土沙龙是打到剩下最后3分钟才打过的，而且还2猫。哎，白痴拿什么狩猎笛，累死。那是最后明灯笼打不过，打 M 明灯笼总共猫出去3次，然后才跟隔壁球球说：“哎、欸，救我，打不过。”你看月雪救我，放这边了。我其实很纠结要不要把一些人往后移，因为有些好久没上线了，像这一盘的。除了西明偶尔上嘛 ，OD 也偶尔上，可是没有说到补上。然后这一页的话，阿七，哎，阿七比较少上了。等一下哦，把月雪往后拉。月雪，来，然后，我没有拉到，看一下哦。好，月雪来。冬粉，喜欢被月雪夹吗？夹中间好不好？上月雪，下也月雪啊。当然 OK， 48。但月雪的性别应该是男的了，他不是说想用个猛灵，然后把你推倒。小奶粉，哎、欸，你叫奶粉好哎、欸，没有猛灵了，哎，我灵不了啊，哎、欸，我再赌一次好不好？万王剩3罐哎、欸。那天20几罐就这样花完了。啊，你要偷低姐姐台哦？他开了吗？他没开吧 ？Set， 哎，他在打字哎。他打字哎，姐姐，等一下姐姐，你那什么贴图？天哪！姐姐传了个新的贴图欸，你们知道吗？姐姐贴图比我多欸，姐姐的贴图比我多，我才2排，她3排了，好好，不愧是姐姐。姐姐咧，我不知道，她说想玩粉啊，
不然今天就约他打僵尸了。哎，继续送火，继续送。嗯，哎，小兵杀送个。阿兵，上线的阿兵。感觉你要不要赌十四？赌啊，赌啊，赌啊！之后等面具买完，全部拿去抽身高了。噔噔！哎，我直接在这边量好了啦，有长高就有长高，没长高就算了啦。哎，来了，各位，是活是马啊？是驴是马，就看这次了。刚才剩五罐哎、欸，矮了许多，不妙不妙，干不妙不妙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怕啦，我怕啦。这多少啊？这感觉是十一耶。哎、欸，奶狗，你过来。奶狗，我们是不是一样高的奶狗？小奶狗，你过来，叫两声。我们是一样高的啊！看这隔壁是矮面嘛，那我大概是13吧，不，12、11、12。嗨，月雪，这个是绝望的身高。对啊，到底多少？白宇，你十三，那我也十三了哦，靠腰哦。哎、欸，哎，我真的没有抽零的命哎、欸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那天我们在抽，我二十，我二十罐，我中了四次十三，就突然一点一点往上，突然一个大幅下降，直接到十三，哎，啊算了啦，十三也可以啦，十三不影响跑的，有时候十三有十三的好啦，就是你带什么可爱的东西，哎。哎，一样啦，十三啦。哎、欸，你赌高了哦！再喝啊，再喝啊，再喝啊！哎、啊，你怎么赌高了？哎、欸，宝宝一，我真的好气我！我跟你讲，我刚玩这游戏，我不知道复刻是什么意思，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他应该会在一阵子，然后就没有换到了。哎，我没有换到总裁的发型跟宝宝一，哎。他该复刻了吧？这个不知道多高，我看一下。你不知道多高？你的姿势要站，你的姿势要选第一个，你姿势选第一个，你的站姿要选第一个才看得到。哎、欸，你好像很高哎、欸，靠腰。你有没有到一啊？我要去木土看啊。我要我去木土啊。就是小妞以前很爱穿这一套、欸。走，看番茄咯。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啦，就是我喜欢裤子旁边有口袋的。哎，干，你好高哦！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一了吧？
你站旁边，你往后退一点，你的手要伸直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一好像只有三次而已。啊，我这个账号就注定是矮的命啊！你的手要伸直哦，你手有办法戳到这個、啊？我要离你远一点。你可以换正常的衣服吗？爱戴鱼。爱月雪，冠带鱼你也好高哦，还刺激我的哦，有吧？是一吧？我记得你那时候是卡在一，是不是？你二，哎呀，还是很高，我就矮，你怎样？我。我好饿，你要不再赌？要不要再赌？再赌了啦！敢不敢赌？怎么每次都这个身高啦？番茄再赌了啦！我其实有在想说，我要戴这发型。我剩一罐嘞，赌了啦！我是你就赌了。哎，有看到鬼？又样样创不见了。好了，我换游戏了。彩虹日应该是六月、五月、六月会回来，所以喜欢这件裤子的啊，可以等到我们彩虹日再来买哦。哎，你赌了哦？哈哈，哇哈哈，没有吧？感觉是六哎，没事的，这样你才有动力再去献祭再来赌。好哎，我不孤单。哎、欸，我不孤单。那我去买药。你上瘾了哦，有人喝上瘾了啦，他上头了，他上头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二周年的帽子很多人想要、欸，哎，真的太可爱了。所以你这个账号是礼包都没有什么买。礼包留给你买这样子，没买什么礼包哦。绑定算干净还可以接受啊，确实确实。马赛第一关好难，哎，怎么会挑战？哎，好看好看，哎、欸，黑白黑白，然后再来帽子。好，就这样子了。哎，再见了，兔兔。以前没有白消，我们都这样子打。哎、欸，帽子。假装自己是白消，就是林克。哎、欸，好矮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买？
你看，我也是白消哦。哎、欸，姐姐开聊跟我说、欸，哎，我就不在这边玩这个了。啊，就是矮有矮的好处了，但是就是不帅啊。不对，月雪，月雪，对不对？姐姐说会玩一点，一点哦、喔。至于安安，矮很可爱啊。唉唉，不知道他 set 后就消失了。他，对啊，唉，这个姐，这姐姐，看无啦。哦，上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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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欸，他可不可以出个台币啊？多小药水卖个500块单罐。抢劫。你买好了。是。你扛他过来，应该还有位置。啊、有了有了有了，你来了。有没有，其实在等那个。在等那个雨伞，红色的雨伞，这个搭配就好看了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有长高命啊？我鄙视你，我鄙视你。鄙视任何比我高的人，你生气嘞？生气又在哪？这个，一脸安安。不是哎、欸，他站三七步你也看得出来。婴儿兔兔安安，你买几罐啊？啊，这张笑，我怎么每次笑都会搞错啊？这个才对啦。哎、欸，我肚子要痛了哎、欸！画面交给你们玩了，我要再去拉肚子。哎，等一下哦、喔，下午是这个吧？不对，这个啦。
在座的各位都比你高欸，没有啊，这个隔壁的比我跟我一样高啊，就跟我一样高。欸，不对欸，你怎么比我高了？欸，不好意思，你怎么突然变高了啊？帽子不包含在内，那头发算吗？那是可以吧？如果帽子算的话，我还有这一顶。在哪？这是我最高的发型了。你说头发压下去，哪会变这样啊？量身高变成这样啊！那个胖弟，好啦，兔兔回来吧，我来组成头部。啊，你不是肚子痛？对啊，很痛欸，超痛的。欸，你是不是都在偷偷注意我？这样子冬粉会很难过。好，去拉肚子。你们聊，我做个姿势哈，看一下哦。这个好。要光好，不要有光。没空红柱子柱啊，哈？他开了吗？怎么样？欸，红裤子，还是我开给你们看？我顺便挂个火，等一下哦。欸，思雨，这些都是我干爹，干嘛啦？有病哦、喔，你有病哦、喔！来，给你们介绍，让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现在新盖的，我那天都更有没有？我右上角其实本来是个农场，然后我就努力都更，这个是你要就是骰的那边全部都编掉，当它已经没有东西可以骰的时候，就像宝可梦啊，没有东西就会挣扎，啊没有东西出来它就给这个，还蛮丑的。啊，这是我给姐姐看的，你看我其实很喜欢这一块啊，这一块好好看哦。那再来你看这边都已经干掉了，这个就是编的台子嘛，就是你把你不要的东西丢上去。当你东西都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没得丢的时候，就会长出这个来。好，那再来，这边就是我的昨天早上啦、啊，早上在整理的时候，就是铜币的，就是这一区嘛，这些都是铜币的东西。那一样啊，就是银币是这些，金币是这些。当我整理这个丢给姐姐看的时候，姐姐就说：“你，我把实定账号给你，这样子，你把马桶搬到电脑桌前面没有啊？”然后好了，你们看这个画面吧。你们想要看这个呢，还是想要看这里？来看这个好了。欸，我有骰到这个欸，这个是它会叫一只乌鸦出来，还蛮可爱的。然后再让我讲一下，我现在还在憋。感谢，走完了去读书。感谢小林，哎、欸，谢谢谢谢，爱你。这个是落叶，落叶归根啊，你归我。他是不是停不下来了？谁？然后这个是掉枫叶，枯叶啦。他们可以同时，还蛮棒的。先去厕所吧，那我先调白天。
下，要舒服的颜色啦，欸，蓝色的，我要蓝色的，這個，然后价格有没有好看？好看。然后我的设计理念，你看，就是他们中间隔了一段狗屋，坐骑屋有没有？这是主人家这样子。然后主人今天要种菜啦，来这边种菜，然后骑着坐骑。幼稚，你的介绍停不下来了，要去了啦，好痛哦。属性，主播肚子痛，
欸，抱歉，抱歉，不知道今天会是拉肚子啊。姐姐开台喽！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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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好了，我们该带过去了。你行不行啊？不舒服，改天再玩。哎，我以为你是说不舒服，改天再开台。我还好啦，就拉肚子而已。不是，我真的是只要变天就会拉肚子，所以这是小事。小事，小事，哈。哇，一直拉哎、欸。好了，我们继续。没有啊，今天本来是想说，不是最近社团都有那个吗？关于社团都有那个，有人话说什么？第一次买的发型啊，然后第一个，用最常用的发型啊，然后朋友画一个朋友之类的。那、啊、隔壁是怎样？有病哦！还偷牵手，骂贱人！人跟什么时候见人？你看这个人在趁我去大便的时候对我乱来。你好，我刚刚讲你好。嗯。哦，总是找我负心。等一下，男人收啦收啦收啦，人家要跟我负心啊，男人收，收手断掉啦。嗯，我怎么讲？来，这我已经结婚了啦。你知道那个东西可以取消掉吗？然后每次我都这样子，捐款跑掉，跑掉哦！他竟然没追上来。他竟然是讲谢谢啊！我跑掉怎么办？某过气实况组。不要再签了，男人。啊，好啦，光玉先这样吧。那我投胎的话，就礼拜六吧。礼拜六，要么早上，要么下午再来投胎。好啦，我先换那款游戏给你们看，我到底在干嘛？进度怎么可以突然变快了？就是他找到方法，他很快就可以破台了，不是破台，就是你东西很快就收集完。米金玄师啊，你活该，还不换？就是比如说，我现在哪一个还没有解开？我看一下，我、哦、这个还没嘛。这个我还差这个而已，那我就是把这些全部搬过来啊，前提是你要先有那个嘛，先有足够的倒三角形的硬币，那就是你看哦，我就是把这个箱子好像可以多开，这个等一下各拿一个嘛，然后这边。放这边，
么偷牵手？他都喜欢自己靠上来啊。这男人很不节点。好，就像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是，哎呦，哎，小火堆们儿。到三角形的，三角形这个丢进去不够哎、欸，然后看一下，看一下哦，好，来。是什么游戏？我分类改一下好了。就是比如说，哎，有了。拉水出来的，那再一个好了，像这个了嘛，像我刚刚想要再多一个，就放这边，然后这个也是多的了，再放这边。那你看，这个再一本书好了，好了，那就放这边，书就不会再出了。那这个再放这边，好，箱子不用了，蜂巢也不用了。哎，好了，就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就是出现这个小图偶，就是表示说你已经满了，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再给你了，所以就是从那边挑，你还想要什么吗？像比如说来一个小麦，然后它一定会出小麦出来，对不对？我要再一个。再两个箱子，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就不用许愿了啦，不用那么累了啦，然后就挑自己喜欢的。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玩，慢慢，好像没有了。萝卜。这样子，都是早上整理的时候再整理，发现说，哎、欸，这样就好了啊。他之前是在乱什么？啊，你想要什么就直接这样子就好，可以自己选自选的概念，没有吗？这个就是编掉，你懂吗？这边就是那个东西，就是把你的东西编掉。之前买一个许愿台啦，许愿台是说那个东西出现几率会加倍，可是加倍归加倍，你不觉得直接ban掉自定选出来比较好吗？比较快乐，对吧？自选，别人想要这个你就直接拿就好，是你会放的比较累啦，就是你可能今天只是为了想要一个萝卜的，你看萝卜的铺满。你要把全部搬出来投一投，然后全部都领过东西，就可以拿到那个阶段的那个硬币的书。
个也是我拿到的啦，它是可以在植物上面浇花，然后植物会变成亮晶晶的。就这样子，哎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自己选，嗯，只是你前面功夫要下的有点久，所以像我刚隔壁嘛，我就是想要土，那我就是把除了土以外的东西都丢上来，然后我就可以拿，啊不，草啦，就可以打，我原本草没那么多啦，就口安安。我昨天无意中发现可以浇花，花变大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浇？你怎么变大的？有变大吗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好像有哎、欸。它会越浇越大吗？哎、欸，你有玩哦、喔？靠腰力了你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等一下。我这个荷叶变好大哦！哎，是油是油，哎呦哎、欸，有用哎、欸！浇花浇花浇花，浇到发亮就行。哦，真的哎、欸！我想说，我看到好像我看到人家的，哎、欸，干好大一根哦！浇一下，浇一下。要等一段时间，哇！可恶，错过了。哇，那我那个摩艾像背后的那个，好，我直接收掉了。等一下，我要点开姐姐的台啦，我怕她嘴我，最怕是她嘴我，她的嘴巴都不亲我了，都用嘴。哦，你这人好恶心哦，星辰之路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怎么一直用妖精系欺负格斗系的啦？我那天被欺负哎、欸。看一下哦，这图鉴好了，这个水还没啊，我要用水的啦，唉，真受不了，来吧，我们下一个是用水的，因为我没有水的硬币。而且水的很少哎、欸。水的超级少的，我们首先先拿到水的硬币，后面再说。噔噔噔噔，哎，水的，你看，水的硬币难获得，难摘须，难摘须。人纷飞，爱相随。好 ，all in 了，好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好恐怖，好恐怖。水的晚点再说，我们先求有再求好。点，
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是啥？欸，是新的东西耶，翻译翻译啊，这是鱼，这条是鱼。欸，这鱼能干嘛？啊，这个又是什么？等一下哦，我先把这罐满。这么少？十？水太多了，水太多了。这啥？也不用了，然后鱼也不用了，应该再一本。好了，应该解锁完了啦。哇，哎，什么啊？看一下啊，必须小鱼、大鱼，好，子墨 fish， 逼哥 fish 啊，谢谢。爱炼金，没错。来个，妈耶，我喜欢荷叶，对联，好了，就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其实这游戏不错啦。来收集图鉴，白痴白痴，噜噜，噜噜，我觉得访客好可爱，小黑人，对不对？其实我那时候推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我其实很难介绍他在玩什么，但是真的很可爱啊！啊，你就会不自主的一直想要玩下去嘛，对吧？鱼们放这里。后面要养一大堆鱼，再把鱼再把它们捞出来养鱼。哎，哦，水滴啊，现在水滴自由了。哎，水滴十个铜币才换到两个。哎，水滴真的好难拿哦，
看姐姐在玩，就想问游戏名。她那天就是在跟我讲说，哎、欸，你不去睡觉，你在干嘛？我说在玩这个游戏，什么东西那么好玩？猴子哦，我说没有没有，这款这款。然后就说你才猴子啦。她整天为了猴子在跟我吵架。哎、欸，好大哦，喜欢喜欢。哦，教到他停下来哦。哦。哎，每天浇水。这样，我现在要每天浇水的动力了。浇水，浇水。不知道姐姐后面还不会玩这款。哎、欸，漏了他，漏了他，看一下哦、喔。反过来教他花，哎、欸，乖。剧情破完了，什么剧情？哪一个啊？全部吗？你是难度几啊？三星破剧情？哎、欸，不对哦。我的盘子勒、啊、我盘子是被丢进去了，哎，白痴哦、喔、白痴哦、喔、放这边了，可以打四星了吧？我们四三十了。嗯，我们要关台吗？关台看姐姐的台，然后来玩。看你啊，给你看啊。我现在浇花浇得好快乐，好开心哦。放一只魔爱像给他的，来吐水，你要快快长大，大蘑菇。我想看姐姐，不想看僵尸，我也想啊。来，我们下一个，我先把福建结满好了。还没，这游戏是不是有元素金币啊？这个啊，你有看到这个金币，这个什么符号？它、啊、这边都是它会得到的东西，有看到？就像铜币可以拿到这些，哦，啊，银币可以拿到这些，然后金币以此类推。现在到沙漠这边了，沙漠因为我没有这个，所以我们要先生出这个。可是沙漠硬币好像还是很少。哦，28个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碎碎碎。好了，开干开干，沙漠沙漠。不小心吃了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抱歉抱歉，看到自己这么穷，哎、欸，好穷哦我。好，我们先整个沙漠的硬币出来，开始。好了啦，纳士草。
我刚刚那个词真的是下意识的，不好意思。有了有了，我全部都拿到了。一个，哎，你看没有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再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再要一个什么呢？我其实很喜欢仙人掌，哎，这个好，等一下哦，这个有了，看样子。等一下哦，好了，不一样哎、欸，这个没有，那个，弄出意想不到的东西，白痴！好了，我们沙漠的也结束了。等一下，看一下哦。这里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哦，该是放。姐姐，你尊重哦。你怎么欺负水兔子，我就怎么欺负你哦。听到没，姐姐？姐姐她说，认识我越久，发现我怎么会这么皮呀、啊？我说，哇，你还不够认识我吗？他还不够认识我呢。他在那边说：“哎，繁星。”我说：“哈，我发现啊，嘿，你说，认识你越久，发现你越来越……你怎么那么屁呀、啊？那么皮呀、啊？”我说：“哈，那你还不够认识我。”他觉得我皮皮皮皮的。我说你还不够认识我哦，因为他就是我们就喜欢斗嘴，然后他就会说什么什么，每次都说什么我去玩猴子啊，还是什么的啊，去玩你的猴子啊，我就突然提到说，哎，那我这边问你们好了，你们知道啊，在这里啦，白痴，他这种钱是。哦哦，钱堆在哦，叫屁哦！啊，钱堆在这啦，哈哈，怎么没人跟我说，哈哈。呀，越认识越知道他皮皮的，对啊，我就说，可是你也越来越皮了吧？我说，嗯，我还好吧，嗯，我还好吧。
是我自己不知道，不是我不知道，我知道啊，他越来越皮了啊，所以他才会觉得说我越来越凶啊，因为他不知道我其实没有变，变的是他，对不对？当时说不会追我的也是他，他现在欺负我欺负得很开心的也是他。哎，我其实你们凭良心讲，我真的有欺负过他吗？对不对？我讲真的啦，其实我真的还没有欺负过他、欸。那个哎、欸，那个是那时候我想说我乱叫一下而已，我怎么知道他会吓到？你欺负过我们？拿枪射的那个不算好吗？拿枪射应该不算吧，那个都是失误，我欺负番茄比较明显吧，我是直接拿枪对着他射、欸、是你们射一射突然经过然后射到你，那不一样，懂吗？你看番茄他很开心，等一下沙漠的好了，然后再来是那个哎、欸，我超真的是超爱这个哎、欸，这个的系列我好喜欢哦、喔。你好来呀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想说的哒哒哒哒哒哒。OK， 我们开始拉长耳朵，提高警觉，身体洗。保全面接每一个电话，绝不漏接。Ring a ring a ring， 爱就和声音耶。只是没放进去，哦，没有。那再不行。好，点，点，点。哎、欸，黑色的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也是下雨，不一样啊。哎、欸，黑色拆一把。好了，嗯，对了，哎，没了，没了，哎，麻烦了。换唱歌台，啊，你们姐姐她真的也是很奇怪，明明自己喜欢哼歌，又不展现她的金口，整天只会说唱歌很难。她有没有顾虑过真的唱歌难听的人的感受？对不对？怪这啊！有时候会唱一下短短的，他就一句啊，他说，然后就下一句就是会歪掉他。不要嘞，不要嘞，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
你在那边舌头那么灵活干嘛？哦，左上角，对，我还在痛。没有啊，是真的，现在其实还在痛啊，只是还没有那个，还没有那个意思。第二关刷等，第二关你到那个工厂二楼，那个网路上有教学啦。你到工厂二楼，哇，好大哦！哎，喜欢妙蛙种子就是你了。哎，好可爱，那妙蛙种子出来。妙蛙种子，妙蛙种子，飞过高山，飞过小溪，不知过了几百里。快到啊哈哈哈哈哈！哎、欸，好可爱，喜欢呢、欸。米米安安，嗨米米，还是玩单妙蛙花？哎、欸，谢谢利恩，哇，利恩谢谢。谢谢利恩告诉我种菜的技巧。青蛙加高丽菜，我原本青蛙身上是放那个啦，仙人掌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哎、欸，还是放仙人掌，看一下哦、喔，看一下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我们从小仙人掌开始养，啾啾啾啾。你讲到笑出来，哎、欸，我吗？是我吗？这真的很可爱啊！你看，乌龟配这个蘑菇，姐姐最爱了，来给她看。姐，你看，等一下哦，石龟在哪？等一下喏，哎，石龟嘞？叶绿，绿叶，个体差异。啊，我们。沙漠也完成了，哎，剩三个星星的，全图了，其实就这样的方法很快很简单啊，但是就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点。
四。没有过。石头好玩哦！哎，我要多一点，多来一点石头。那这个人也是吗？啊哈哈，喜欢。哎，为什么你前面就可以开到那么好玩的东西，我都没有啊？没有了，青蛙回来，青蛙来。好了，好。青蛙，那个呱呱，小黑了吧？不小黑啊，你有？哦，再一颗石头，哇，再一颗方石头好，比较喜欢圆的哎。你管很多哎、欸，繁星星。要。哎、欸，它不能叠哦，好吧，好吧。多点物件，偶然发现都很好玩。有啊，有时候会这个都点不亮啊。我想说它可以开关，不行。利恩，请问你还买了什么东西啊？感觉你什么都沾一点，沾一点的。这边一直有青蛙跳来跳去，这边青蛙会一直自杀。啊，剩两个了，这个要多点一些。哎，这个的黑色要多一些。樱花多说一些些，就差一个玫瑰了。
哇，我上场了是不是？再防守一次，姐姐，再防守一次，再防守一次，姐姐，你听得到吗？等一下，他是用冰的哦，白色冰旋的。他竟然是用吸取力量！天哪，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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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玩了！姐姐不要击中要害哦，姐姐，中要害很痛哦。哎、欸，我是打我啊啊啊啊！你们姐姐最近压力应该也很大，也很大哦。下，哎，剩的，哎，剩两个了，剩两个了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先用这个好了。怎么说？我刚讲什么？啊，他都会发出怪声音啊，然后他会说。你为什么都要学我说话？我说你就不要发出怪声音，我就不会学了、啊。你不觉得学一些怪声音很好玩吗？他说：“对啊，可是你不可以学我啊。”我说：“哇，为什么？凭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凭什么？凭什么今天你可以，我不行？”折磨他，哇，姐姐压力果然大了。爸爸爸爸爸。对吧？其实我给他那只就是想要拿来虐待 NPC 的啦。看一下，绿色的。叫不好意思干嘛？太痛了吧！快怎么还在这兒？啊，不然你放这边好了。我那只才虐待 NPC 吧，可以挂着吗？不是，你那是直接秒了，它是没有痛苦的死去。我这只是可以，就是叠东西越叠越高，让玩家绝望的那一种。哎喂。穿的吗？嗯，黄白粉黄白啊，好像是王八嘞、欸，姐姐都叫王八，天哪、啊，姐姐啊，人家不叫王八、啊，可是箱子。
警察，警察！好了，我们等一下来大量复制，复制篝火了。看一下哦。浇花，浇花，嗯，大，来来来来，你可以更大，我们需要更大的蔬果。欸，它不会发亮就不会再大了，是不是？哎呦哎，我注意到了，它不会发亮了，它不会发亮了。这个了，字好，看钱太多，丢进去了。香，哎呦，那今天要不是他不是馆主，我就是投他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姐姐了。红玫瑰，好耶！要更多，叫屁哦！吓到人了啦，繁星，繁星吓到人了啦，道歉哦，道歉哦。吓到大家了，抱歉。看哦，二三，啊，就这个了。好了好了，这要放哪？这姐姐戒心很重哎，我跟你讲，帮我们同时打那个 loading 的符号，我们同时打一个抓头 loading 的符号，他就说又卡了吗？想让我养吗？没有啊，骗他啊。他可能要很绝望、很绝望那种情况下，他才会，就是，就让他觉得说，哦，好烦哦，网络在搞我，然后很生气那一种，而不是那个被霓虹龙打到不能自己的那一种，应该懂吧？就是网络一直搞他，搞到他很绝望，因为这不是他能解决的。
霓虹龙是他可以杀了霓虹龙，然后让霓虹龙打不到他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情况是，姐姐不能控制网路啊，网路搞他，他就会崩溃，他会生气，他会很生气。感谢宣谦，很久没来了，希望繁星一直加油啊！改过名字应该不是人，不知道你谁，你头像也改了。嗨，你好，你是谁？你谁？你谁？你好，你是谁？对，真的不知道你是谁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全图见了。哎、欸，我看有人可以把书打开，可是我开不了书、欸，哎，为什么？不知道怎么开啊？你们能知道吗？他刚刚跟 NPC 争宠，就那个啊，保健室阿姨，保健室老师不是吗？我跟你讲，他的锤妹，我感觉他是练错了。他那个感觉都是去死的。我人家的锤妹一下一个小朋友，他的锤妹是被小朋友打死。努力值乱了，不是这个问题。新手，我那时候新手练锤妹也没练那么惨。我那时候在第一周目的时候，拓荒也没那么惨。这看起来很恐怖，你觉得如何？吓不吓人？不要摇头了，不需要。好了，攻击真的低，对啊，我就说他攻击真的很低啊，他的心脑也不痛啊，他的那个巨锤打下去也不是说到很痛。好了。是夜晚的我的住宅哦，这边真的好看，看起来看久很恐怖哎、欸。放找个箱子把他们塞进去，我只能这么做了，这是我最后的疼爱了，好可爱哟、喔！还是你有病哦、喔？欸、你看整理了，已经十点半了，放在这桶里面好了。妖精打火，别跟他讲妖精打火不行。推啊，你推啊，你就推嘛，你就推啊。小矮人。哦，那时候小矮人放生太多了啦，拿去回收掉了。可恶的！好喜欢。路灯能开吗？这是关的，哎、欸，这是开的啦。这已经是开的了、欸，你会觉得它不明显，那是因为它太高了。所以后面应该全都改成这个啦，会比较好看一点。啊，这个比较亮，这是偏日系的。这个我有规划有想法啦，就是可能这个地板要多一点，然后所以我这个类似道路的我弄很多啦，就是要拿来铺路。以前曾经来抱怨过心情，但真的没事了，不过后来不太能，没差啦。有差吗？没差吧。我有凶过你吗？有的话对不起。我可能
可能会讲出一些自己的看法，但是可以听听就好了，因为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个地方讲啊。但是有时候会讲，我们经历过的感想啊，跟一些经验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吃馒头怎么没有揪？那个三十五分的馒头有人在吗？有人吃馒头吗？你在啊，我来了，我来。怎么没有问男人吃馒头吗？还是你怕被拒绝？因为拒绝过你一次，你怕拒绝第二次，所以你就没有男人吃馒头吗？我怕你拒绝我，不是你要问好不好？好，下次我就算吃饱了，我也到好不好？下次我吃饱了，我还是会到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你要想一下，我今天是连海胆都没吃的人。我是一个连海胆都没有吃饱的人，你被皮皮虾撞，月雪救我，太狠了，太狠了，救急不救啦！哎，狗狗，先好耶，先好狗狗。我跟雪莉在解深渊，结果深渊有皮皮虾。哎，有啊，是最后的。乐台说，我当时不会跑图，我当时是真的完全不会跑图那种萌新哦。然后突然去解最后一个任务的时候，被皮皮虾吓到。男人再签一次，好的。啊，今天你称呼我为男人，但是你们家冬粉，你要叫他爱人哦。他人没了，他去打 LOL 了。你要知道，他人在 LOL， 心在你那，好不好？谁叫这款游戏？挂机就可以搞定，可不可以当头啊？戴在头上。有点久了，一年前的事情。没事啊，你讲啊，你讲看看，我看有没有印象。一年前我应该是还没开始吃药啦，所以记忆力应该是还在啦。你可以讲讲看啊，好不好？我有印象。我觉得这边不该有两个人呢、欸。好啦，你们一个回家好了。花园精灵。哎、欸，花园精灵不是这里。对啊，红鹤。我在这。欸？这个花眼精灵还是想要泰拉瑞亚那个，照到光就会变石化的口红。你也忘记在抱怨什么，就在叛逆期的时候跑进来。其实我觉得他今天讲话声音有点哑，哑哑的。
哎、欸，这个再多一点会升比较快吗？其实有点无感。他的介绍是说，你看，增加访客的那个嘛，他是增加最大值吗？那这样子是不是要盖一个很大的空间给访客啊？是吧？其实这样布置，其实要黄昏或是晚上比较好看啊。有没有这个路灯？是这个路灯啊，这一排灯，这排灯那时候想说是什么酷数字，又不是哎、欸，是灯泡、欸。屁呀、啊！这边有一只狗、哦、咬你哦，月雪咬它。哦，哦，都可以画画了。开，明天礼拜几？礼拜三啊，礼拜三晚上10点半要录影。哎，希望我还醒着，最近醒醒睡睡的。好啦，我们去姐姐那边吧。啊，可以铺斜坡吗？不行。好了，谢谢谢谢谢谢请客，谢谢请客，谢谢带路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我先去收台路。谢谢月雪，番茄正在游玩 WWD。好啦，我们去看胖丁什么时候关台吧，不是关台，什么时候打完一周目。他今天应该打完一周目吧？你看哦，看哦，他之前传说打完了嘛，四天王也打完了，哎、欸，好像还没，四天王还没，反正打一打一个半小时应该差不多，但没偷练。他说没，再刷等。你懂意思吗？他是没逗号再刷等，而不是没再刷等。你们是误会了什么？好啦，我们过去吧。大家说晚安啦，各位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我们去姐姐台聊天，好不好？我再去练一下等级。嗯嗯嗯。晚安晚安，我等一下应该也是边玩边躺吧，玩手游了。哎，刚刚在厕所把公主连结体力花完了，我的体力也花完了。怎么了？好啦，感谢大家。你去吃胃药啊，我不知道胃药有没有用欸。出发咯，大家坐好了，大家拜拜，晚安晚安。
我记得那时候我有说有事情要说，但真的没事啦，然后去比较说比较好，忘记也比较好。哎，想起来了哦，但忘记了是不是？好，拜拜拜拜 ，YT 的也关喽。